还有不到半个月就要开学了，不知道大家的暑假作业写完了没有？那也现在正在赶暑假作业，我看看还有多少没写完了，才写到41面，哇塞，有100多面呢！嗯，这么多没写完，妈妈，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呀？你这开学前能写完吗？我开学前肯定能写完，我一天写10面，一个星期就写完了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是不是英语也没写完？英语全选择题，我一下就写完了。真的？真的。那赶紧写，赶紧写，我还想出去玩呢。哎，烦死了！又怎么啦？快写呀、啊！这个笔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，还之前那个石墨烫笔好用，我每次购买几支呗。给你江湖救急，本来准备开学的时候送给你的，现在给你救救急。哎呀，我妈可真贴心啊！贴心吧？妈妈，这是笔加笔袋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打开看看。这个笔袋还蛮好看的耶，是吧？很有设计感，像个航天飞船。会别捣乱。这里面一共有9支笔，一个荧光笔，还有一个走珠笔，还有一支自动铅笔，其他都是中性笔，还有一个笔芯，自动铅笔的笔芯，还有两个中性笔的笔芯。那你今天准备重新拿一支笔呢？这一支。还有这个时空舱的笔好用，它这个笔夹还可以升降，特别有设计感。我这个是静音的，小拉子那个是有声音的。我平时有事没事都喜欢这样按，我喜欢听这个声音。考试的时候可就不能按了，考试的时候就要用这一支静音的，就比较好，免得打扰别人考试，对吧？嗯。这个笔袋还可以当做包包，一包两用。平时不用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袋子取下来当做个笔袋，想背出去的就把这个袋子安上。娜姐试一下，还挺好看的，还挺炫酷的啊。怎么，娜姐你要干嘛呀？我出门溜达。你作业写完了吗？没有。没写完你还出门溜达，放下你的包包，立即写作业。我先把笔袋整理一下再写吧，免得桌上乱糟糟的。也可以，哎，把这个取下来，出去背的时候再安上去。那我把这个拿去丢了啊，嗯，你慢慢写，我不打扰你了啊。好的。今天10页啊，你说的啊。好的。我待会儿来检查的。嗯。